根据网络媒体的消息，前两天中国海军最新的一艘054A 型护卫舰在黄埔造船厂下水，这是第28艘 054A 舰，名为咸宁舰，也是近两年又一艘以湖北城市名字命名的 054A。 此前已有荆州等多艘鄂级新舰入役，尤为特殊的是这艘最新 054A 的舷号，有消息人士透露是500，这在海军区护舰舷号历史上还是首次。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，人民海军的驱护舰分别使用一字段和五字段驱护舰，历史上最小舷号都是 X01 驱逐舰中从苏联购买的老式07式鞍山级驱逐舰，首舰是101鞍山舰，而护卫舰中有两艘都被冠以501舰舷号的护卫舰，一艘是60年代建造的国产65型火炮护卫舰501舰下关舰，2015年3月一艘056型新型护卫舰继承了其501的舷号，为北海舰队的信阳舰。501信阳舰，但不论是500还是100这样的整数作为舷号，在我海军历史上都没有出现过，唯一有点例外的海军导弹试验潜艇长城200艇，其曾经涂有200舷号，算是比较唯一的使用整数作为舷号的潜艇。而北海舰队曾有一艘814A 型中近海侦察船北调900船，但其舷号并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900。长城200艇很特殊的舷号，这回 054A 启用这一特殊号段，实在是因为我海军护卫舰舷号资源太过进展。有网友统计，目前海军中在役的护卫舰多达90多艘，一些053型江湖级护卫舰曾用过的老号码段早已被新服役的 054A 056瓜分一空，预计过不了两年，包括599这样空缺的几个舷号都会被利用。056疯狂下饺子，让我海军在役护卫舰激增。目前056型护卫舰已经建造40多艘，服役30多艘，按照一些消息人士透露其最大可能会建造60艘的趋势来看，我海军护卫舰总数超过100艘，启用新号码段的可能性很大。 6XX 号码段之前都是被老式037型列潜艇使用，有较多的空缺，很可能会作为新服役的056型护卫舰的新舷号段。037系列列潜艇的六字舷号已有空缺，舷号紧缺，让500这样的特殊舷号都启用，也说明中国海军护卫舰数量质量爆发式增长，近海防御能力的巨大提升。作者署名乌龙防务评论。